听说你们想看大哥和奶奶。蜜袋鼯喝的奶该怎么泡呢？成年的小蜜冲泡比例是1:3，粉一水三。正确冲泡方式是1克奶粉兑3克水，水温45度以下。小蜜乳糖不耐受，只能喝无乳糖的奶粉。未成年的奶蜜刚从母乳替换成奶粉，可能会不适应，把浓度调低至1:5，适应几天再慢慢调整到1:3。你们不要再问我蜜袋鼯可以吃什么了。养蜜攻略合集里有讲小蜜各年龄段可以吃的食物。下面请欣赏一段沉浸式喝奶奶。